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直接穿烟演都不演的选手？来看看这位红螳螂，取消下泪，然后往烟里直接一梭子按到底，然后直接把我们天灵送到下一把游戏了。这好巧不巧，下一把又遇到这个人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冤家路窄吧。所以天灵这把也是很明智的选择苟到了决赛圈，然后打波空投压压惊，等空投的同时也是不能在原地瞎逛，这个圈还有18个人，想都不用想，圈外肯定有人，去圈外看看。这股身边噼里啪啦的，赶紧捡波漏。OK 啊，成功当了一波背刺侠。这个时候超空应该也要落了，赶紧去看一下。刚准备去捡，右边来车声了，来看看天灵是跑呢，还是直接下车跟他打。这边被迫提前下车是有优势的。OK 啊，侥幸击杀单字 ID 繁体的 G， 赶紧给车封烟，准备打药。这都不死了，我这听到这把炮的声音了吗？等会儿让你们看看这个炮是谁在打。怎么还有人一直在穿烟啊？穿烟也就算了，还给他打到一枪。不管了，先去捡个空投压压惊。这个空投也是非常的争气啊，给了一把 MG3。这个圈也是非常的争气，就刷在了边上。这个圈怎么打呢？想都不用想，直接跟圈进。缩圈之前看看能不能在圈边捡个漏，可以听到圈里有枪声，而且正正好好在正前方。那想都不用想，直接给他一梭子。OK， 直接送他一个连打带补套餐。刚才对面大聚餐是在打烟里面的人，所以说烟里面的人比较吃亏，我们赶紧顶上去看看能不能一波给他带走。此时此刻我们还不知道对面是谁，但是你们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好家伙，上来就给我们塞了一颗雷，听这个脚步就在前面草丛里面，直接扔出一颗雷把他逼出来。对面还不起来，赶紧盲扫一波，然后躲到石头后直接掐一个顺爆。对面红螳螂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平地干拉过来，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天灵给干掉。 OK， 侥幸击杀陈毅哥，因为前面防区还有人，所以说不得不直接连打带补。对了，你们别忘了，这把淘汰王可是那个 END 最帅的男人呀。不管了，先捡个自救压压惊。可以看到场上还剩4个敌人，前面冒出来一辆跑车，好像要站点呀。再看看这个 ID， 这不是公公吗？好家伙，三个大猛男只剩天令一个了，这把能不能给公公报仇就看天令了。可以听到对面的火力也是非常的足，一直在卸胎，赶紧给车前面封个烟，让他看不到我们。下个圈也是马上要缩了，我们赶紧多舔点烟跟雷，马上神奇的一幕就要出现了。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舔了包，然后前面封了烟，天令刚上车啊，666666啊， OK， 自救器减一，这哥们不演啊啊。在补状态的同时，对面又打倒一个，补掉补掉补掉，这也能是素材啊。就趁现在赶紧舔一下陈毅的自救，这我怎么打呀，我这怎么进去啊？别说了，还有27秒，赶紧封烟吧，再不封烟真的进不去了。圈里最后的掩体就是前面的厕所，另外一个敌人还在厕所里面苟着呢。来看看这一波天灵能不能进圈了，趁对面在开火赶紧进圈。快走快走，我靠，他又给他穿了。再看看我们只剩一颗烟了，而且还不在圈里面，没招了。前面这个烟散了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游戏结束。下面就让你们沉浸式体验天灵的第一。你看，他知道我的位置啊。拿下 ！OK， 成功渡劫8星。你们说这个号这个赛季还能上无敌战神吗？